讲是伫遐啦吼。各位学官，大家好。好。我在两点结束以后吼，恁就要去坐高铁，去等你厝。大家拢足受罪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是不是？还想台湾呢？哈哈哈哈哈。咱受罪嘛，咱你受罪是真正常啦吼。但是坦白讲吼，像安尼因训练吼，我嘛足艰苦的。咱这球队更加艰苦，咱的总理嘛非常艰苦。你若想讲吼，哦，做球队的拢足轻松，啊，坐边头一个，无你快活啦。你等下转去吼，因这人爱收拾后边。啊，我是安尼吼，两礼拜一摆，两礼拜一摆，是安那大家拢才艰苦。啊，每一摆，大家拢爱莅临的，因为咱的球辛苦。咱迄阵他们以为的新闻哦，还未达到美国所定的法定的，啊，所以咱嘛为美国转来，哦，我讲特别介绍歹势啦，嘛美国转来，啊，经济为欧洲转来，为日本转来，即摆大概，刚刚亲像总理啊，二咱二舅在甲大家讲，毋是要做官，因为你做官，你若讲要简单来做官。特别讲吼，把回事讲出来，家己知。啊，你若去家己迄个中华民国民进党，你搁较害。过去八年，阿扁做总统，做中华民国总，中华民国总统，叫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。所以特别讲吼，你因为先生吼，去甲要死。讲几波，我做流亡总统，有够无面子呢。你定位先生是真正的无？伊毋是敢若伊一个安尼讲啦。李秀莲嘛安尼讲，你若有机会，你甲问蔡总理有影无？蔡总理因太太是李秀莲的机要秘书，伊嘛安尼讲啊，原来我是流亡中华民国总统到硬气呢。流亡总统，不管你以后几年以后啊，自然头壳顶的光环拢无去。但是问题要讲倒转来，恁台湾人四百年来，当时有咱逐个借款，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为荷兰人一六七四年开始，一直到今日为止，台湾人毋捌还过借款，今日要还借款是在座各位历史上头一摆。最想爱来想问，你一年干嘛真奇怪？啊，你美国政府伫甲你投条广告呢？我住离开厝哩三天，来伫遮困，啊，迄个困迄房啊吼，有够硬啊！你袂啊，遐够好个，敢困迄个床床个。总比甲我即个咱二弟话拢是困迄个啥，困房啊呢？我唔敢去困床床个，我惊人讲啊，讲啊你做领导人，啊你都困迄个床床，啊我着爱去困迄个铁，迄个比方铁房啊，迄个茶房啊。我真正是安尼呢，上届刚刚去第一届，人多啦，六度是你捌考虑无？但是一边吼，七度七，一边是哇，一边，啊不然三加五等于三公里，一定是一边，你创造了几多？咱买公车去哪？咱马上，咱一边的那过去马上。有过来的代志，再甲咱各位来讲，因为时间嘛无真济，可能九十分钟。你若讲九十分钟，两点钟久，啊，韩国伊安尼讲的，咱就拢总知影，有遐简单。上届上个，我一定爱认真啊！你爱学去帮店去看，帮店是从台湾民政府的帮店，啊，有遐未晓我知影，你总有知影。对不对？啊，你有囡仔，囡仔总会晓吧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卖讲囡仔，看这六十岁都会晓啊，囡仔哪会会晓？当然啦，咱的郭教授、郭宏斌啊、郭老师啊，伊年纪比我无加我无几岁啦，但是伊的网络吼一流的啦，拍字比我较紧啦。他们太袂错，这就是咱的学习的精神。
今日咱伫这个所在，这个结束以前，还有几个代志在甲各位报。暑假七月第一礼拜开始，两礼拜一天，咱要来做现主席大学生的评选。有咱做第一代，咱嘛爱有第二代的人。共产党今日伫中国有法度来成功，你知影因政府的组织是伊安怎创？过去咱咧买甲牛咧，头牛咧，野牛咧，诶，老中青。伊的头一代领导人，现主席这领导人，你看会着的，拢是老一代。第二代中年呢，四十外岁啊，伊拢培养。少年呢，三十几岁、二十几岁，伊嘛较培养。所以你来看，真侪都市有一个市长，市长的下骹拢有三个、四个副市长。这个副市长，伊中国不是叫市长呢，免叫副市长呢，伊拢同款叫做市长。特别讲，破总理是，啊，这个总理是破总理。啊，我那这是副总理，林副总理，但是无，一般你称称呼的时候，会甲叫讲林总理。这是中国的称呼的方式，但是这种的称呼的有道理的。我伫中国差不多十几年，但是因啊，我敢那学伊一项项代志啊。我走进来以后，我学着伊什么代志？你知影？中国共产党，我过来生存，就是靠斗争，斗争啊，斗争变哪斗？我问你咧。你知影无？伊拢唔知，台湾人是独立，所以因遐中国人，遐咧斗争台湾人，伊安怎斗争？你听清楚。我感觉我昨我都是甲你讲，地沟也好，关沟也好，证人三个立场无同款。关沟和地沟拢袂使公平的，证人袂使公平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讲这个诉讼爱有手段，爱有方法。你若是原告，你若是被告，你会当公平啊？公平才无罪啊！伊了伊跟你证实你公平，伊完全跟你证实。所以你若准是证人的时阵，你得爱讲实在，啊，若无实在，判一年以上七年。同款，中国共产党伊的斗争安怎斗完？不管你是啥物代志要来斗争，你会记哩？迄个框框啊，你会家己画？我要甲你斗争，我一定爱画框框啊！用对方家己有来你的框框内底，伫你的框框内底，再来甲伊讲，再来甲伊斗争。你唔通去入伊的框框啊！你也是。所以你的死就是像一条鱼一样。中国国民党，你选举有一个框框给你，叫做中华民国天子。这个中华民国天子，把你救来这个伊的框框内底斗争选举，啊，伊家己画框啊，伊准备好啊，你唔知影，这个选你绝对输，100%输。我有讲过。中国国民党18%给你买票，老五啊，无代无志，一个月上少13,500，无代无志，伊去农场去挂，迄个挂号，伊一年免钱。台湾人有这款待遇无？无啊，啊遐个人，敢若亲像咱的郑州人，咱头仔去唱歌去讲话就对了。你若花了两个薪水哦。我嘛绝对足爱台湾的，问题是咱今日咱不得已，咱直接出事，咱的土地予别人去吞它，所以咱爱为着保护咱家己人权，保护咱家己权益，咱不得不爱来吃这个斗争。但是这个框框未当进入伊的内底，就是未当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，你绝对算什么？敢那2228。加上国民党，中国国民党，我刚才甲你讲，讲你卖开的钱啊，绝对输啦！
果然无错，输甲妥妥。咱世界无一个，一个伊家己的黑话内底，讲伊家己要失败，要家己要出战，无啦。全世界无一个黑话，讲家己规定讲家己失败，没有。出中华民国必死亡无，但伊的天着咧，伊绝对必死亡。今日民政府唔是要向中华民国讨债款，我再讲一摆。咱是向 USMD 讨债款 ，USMD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。美国军事政府是照国际法，伊一定爱甲我说。过去伊无甲咱说啊，一直到咱家己发现讲，哎、欸，奇怪嘞，咱台湾哪会无这个军事？民政府 ，civil government。咱只是一个研究的目标。人美国讲，我有啥？是恁家己唔知影、啊。咱听人讲，中华民国人说，当时1945年的时阵，九月推举一般命令第一号颁布以后，就介绍伫重庆，就成立两个单位啦，一个叫做台湾警备总部。一个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是看哪？那今日不是占领，那是他确实是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土地。你要成立这单位啊，你搁大大方方一个礼拜就好啊。你的土地嘛，你爱创两个政府要创啥？你当初敢若台湾这块土地有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甲台湾警备总司令部。其他35个县拢无这款的代，为什么？因为伊这是美国有甲伊讲，你来台湾爱照战争法去做，还袂讲你中华民国规规矩矩。但是即摆以后是咱家台湾人，家己欺骗咱台湾，伊这当是欢迎祖国。你甲看地主财商的做文化协会、农民组织，拢是必要求台湾独立。迄当阵要求台湾独立是正确的，因为并非日本政府的手头独立出来。迄当阵日本人有甲你打无？有，但是是国民党去打咱这种的，无，因为我害啦，迄当阵是领地哦。台湾是殖民地哦，这殖民地除了讲日本政府按照国际法，将这个土地给变作伊家己的领土，安尼你就要来独立。你若真正要独立，就爱日本宪法有规定一个分裂条款的迄个宪法，你才有法来独立。波茨坦宣言第二条讲，伊讲日本若战后。干来要甲伊保留四粒岛就好啊！村里的所在，要清楚哦。村里的所在，唔免叫伊挂互咱，要挂互啥物人唔是呢？但是因为波茨坦宣言的第八条讲要彻底执行海螺宣言，有，迄个时阵，美国确实是杜勒斯迄个时阵呐，那罗斯福以前呐，有想讲。被尊教海螺宣言，好加载。1950年6月25号，韩战爆发，中国派兵侵入南海，因为安尼去，美国人甲提着这个证据，就是讲，伊本来就介绍海螺宣言的先决条件，就是讲中国要保持和平，无要侵略其他的国家，安尼违约。所以，杜勒斯、罗斯福将台湾决定讲，我要回到中华民国。他袂讲，伊当初伊那边干嘛马比赛？因为啥嘛？因为有一个日本天皇的诏书啊，伫1945年4月7日。所以，伊当初这个诏书，伊知影无？我甲各位讲，伊知影，知影。伊若有这个诏书伫个时阵啊，
台湾这个土地啊，都未当割予人，因为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哪只是殖民地都未当割，殖民地会当割呢？有无？有。美国甲西班牙战争，波多黎各、古巴、关岛、菲律宾，拢是西班牙的殖民地。所以这四个所在割予美国。但是这个战争，美国甲西班牙，伊奈无代无是战争。因为伊是伫1897年的时阵，美国国会通过一条，伊讲古巴因为伫美国的边啊尔尔，因为这个国家应该爱家己来独立来建国才对。安尼授权国会授权哦，美国的总统去甲拍古巴，哎拍这个西班牙，无咧，战争一下就结束，美国会安尼，一下就结束以后。美国因为要遵照伊个国会会通过讲要古巴独立，三年尔就放互独立。但是要独立以前，家己讲管他那么晚，爱做落去，做偌久？到十九年，搁再考察。因为嘛毋是要挂，要做。所以后来这演变，演变讲独立关税联盟即款个名词。就是美国甲墨西哥战争的时阵，伫迄个加州的一个城市，迄、那个税金的问题要交无地好交，到要交墨西哥还是要交美国？法国地方讲独立关税，对人家发这个名词啊，用最多发人家才讲起来。出台湾今日伫咱们 TO 内底是哦，独立关税领域，其实就是这名，是这个代志。台湾人确实不知影，但是咱知影以后要甲美国来讲，你这规矩啦，美国已经有这条规矩了。所以美国嘛讲，我美国会当照规矩，你台湾人若要明明民政府要设立，你嘛爱照我的规矩。我讲没有问题，你怎么说，我们怎么做。当时美国嘛真惊讲，这个台湾这块土地。叫共产党提，当时要交予蒋介石的原因，就是我爱把台湾变作共产主义的国家，所以这个土地才无交予中华民国，无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。顶个月啊，这个月尔尔，这个月十二甲十五，中国的总参谋陈炳德，伊讲。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美国，伊安怎讲？伊是呐，美国刚回答一句话就好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呐，台湾的地位被决定的以前啊，你中华民国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诞生，还没生出来，你讲什么话来回？所以，是这种的代志。政治上，我会当甲各位保证，咱脚步踏稳，一步一步照起工来行，卖着急。我常常甲大家首长，去甲大家首长报告，卖急，唔通做假。首长一定爱主动和咱所有的受训的学员联络。我也希望学员爱甲首长多多联络。你和中央这些人联络，基本上无效。如果你难创业，你家己本身有啥物长处，爱甲首长报。我外文真好，我无定无我做啥物嘛会使。我这个也做财经经验真好，我来做啥会使？要自我推荐。尤其即马即个七月份啊，我是希望会当训练五届，一届一百个大学生。我要要求，咱现准是300几个受训的学员，一人介绍一个，爱传承。你讲啊，我无后生去读大啊，啊你总有去读大，经过囡仔读大，一个传承一个，是咱基本要求。因为即马上课时间拢真慢，我真希望讲。咱若大学生，我国家训练500个，国家上咱本身的学员够1000个，安尼1500个，
我就刚来甲你讲讲，我们准备好了。我甲各位讲，身份证啊发到迄一天，摕到这个身份证，去 AIT， 伊会叫约束，唔免 interview， 马上给你签名，给你签名。到月前边你来去，五年到月前边，咱是美国办手续。今年的金金的你们你可以那个请接的疫情的时候咱台底有东西讲，我讲你提这张请帖去，唔免 interview， 绝对给你签名。伊歪势，我连提咧去，我跟你讲，含问都无问，干那正巧看到迄张请帖，伊来就甲你讲。我说的你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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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因为真侪团体，尤其是咱本土派团体，足惊台湾民政府变，拢甲你讲，哎，无可能啦，迄讲白参啦，你特别捌听。真简单嘛，你若讲咱讲白参，你台湾本土派的人派来台湾内底人，去签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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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上转给你啊！噶，啊，你嘛甲你有讲嘛？你讲叫伊拒绝的，规半个人拒绝，但是咱的声音听起来蛮大个，下门都好好做一下，马上好了，真滴。今日咱的新闻前面发的，今日伫咱新闻迄当阵，咱甲美国谈判就讲，只要摕咱民政府的身份证。所以，当迄张身份证发出来迄一天，我拜托迄个摕着迄个人，马上去办签签名。不管你有要去无要去，拢无要紧嘛，反正你去办嘛。我会搁甲争取讲迄个签证啊，拜托是收较少钱的。我知影应该是140块美金，但是呢，迄相对的啦，迄相对的啦。所以啊，我相信你若要办这个签名，你无你计较讲吼，100元还是140块美金。上届主要就是你办这个签名的时阵吼，迄个感觉吼，含门都无要甲你们看到你的物件，就转去那互你吼，迄个感觉无得好办。讲啊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你听叫是讲买去美国吼，大家拢互你签名，我跟你讲，伊出来。所以迄张身份证发落来迄一天，但是今日咱要发身份证的进程，爱照美国的，咱来约束的，州政府的代表，州政府的参议会一半国金一个，伊是一半国金，我讲，安怎讲？他说一半国金一个，他闹的了，一半国金一个，他有方便。啊！但是迄后壁，迄个一半国减一个，迄个部分吼，蛮爱收。咱即马最近迄个迄个医生嘛，本来这个时代是伫在讲，因为但是绑定安尼，哦，但是我讲你讲哦，可能偌侪钱都偌侪钱，我一摆一定卖讲的。美国有意思，要帮忙咱，是吧？这是重建基金呐、啊，重建基金偌侪你敢不知？400亿美金，伫倒？伫我台湾最终地位第三本，迄种英文的名，你家己去找。内底有机密档案，迄、那个机密档案就是迄当阵担任做台湾的新主席的时阵，甲美国申请，迄当阵金额才2亿6000万，迄2亿6000万，奈变做400亿，各位。美国的会计制度，
去年一盒，每去年一盒，去年两月变四月，四月变做，四月就变做八月，啊，后加今年年纪，我四百岁。所以有当时我咧含在，我有四百个台湾讲，到尾啊，我袂讲我咧看美国迄个医生，都无迄个四百个迄个医生。我今日甲你讲错啦，以咱的台湾最终地位，你不能英文来念，清清楚楚来念机密档案，所讲的代志，拢总是真个拢不是假的。问题是今日这台湾人还不推推推啊！啊，哪有可能美国要哪会入来？其实美国从来不入来啊，从来没有离开过。今日你惊的是中国国民党遐人，你惊啦？遐民进党人遐人，你惊？国民党叫做中国国民党，民进党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。蔡英文也要讲，中华民国是帝王政府，后壁迄句就是帝王政府袂当就地合法。啊，袂当就地合法，国内还佫一句，将领袂使移转主权。你若有这两句话，放在你的头壳内底，啥物人甲你辩论拢输你啦。叫咱去讲北京去改变主权，把咱的身份证、把咱的国籍改变，不对，迄种改变主权。我这边你上课，我甲各位讲啊，马关条约。日本跟俄罗斯的条约，日本跟韩国的条约，你甲看卖啊？迄条约内底是日本，讲日本是真简单啊。其实讲日本嘛，毋是日本政府呢，是日本天皇呢，日本天皇。日本天皇得到台湾人民，甲台湾这个这两样物件呢，我请问。马卡萨，这几年和平条约有对一条讲，将天皇内底所管辖的台湾人给拔掉，无呢？因为这个消息，我的文章是最近有发表，但是当你发表这个文章的时候，日本震撼，日本人惊着，日本的外务省。日本的国会要求台湾来遮，和各位同款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你爱坐一礼拜。我台湾人坐三天就好，日本人爱来坐一礼拜，那伊嘛欢喜，甘愿呢？一礼拜叫我甲上课，我要安怎上？我讲你拢无基础啊，所以爱上必上爱台式。这个单位包括一个主义队，嘛要派人。主义队是等于是伊个国防部同款。讲你日本今日武强，你是咱个看啊，但是实际上伊个武力、伊个实力比美国国强。我讲过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。日本拥有29艘的航空母舰，李秉德中国的参谋总长，伊讲哪想的啦？伊讲我今日中国甲美国吼，迄武力相差20吨啊，何必讲？上少差40吨。你今日咱你用的手机，你知无？你知影手机开放搁在民间的时候，美国的军方已经用偌久啊？用15吨啊！美国还阁真现主持，还阁足侪足先进的科技的物件，还袂公开，还袂秘密看。所以，今日中国要来对付美国，差得太远，真正差得太远。今日张清清张教授讲，哦，去中国无定去看北洋，这个叫做原子弹，原子弹，这嘛是我有甲多人甲各位讲。2008年选举的时阵，美国人甲我讲：“哎、欸，你若原子弹，你敢若欠无？”可能甲张先生伊讲的有这种的含义。我甲讲啊，我无啊，
当然我若有的时候，我就爱重新考虑。我发无啊，爱笑一下，哎，选一个山脉去行，脉去行了，搁无偌久，搁过两个月，竟然爽，我阿叔完全讲上四家，唔着上二台湾。消息你妈妈看到，经过偌久，顶礼拜、顶礼拜尔尔，台东搁看到幺虎啦，三个幺虎啦，有无？新闻有啊，我也有看到啊，对不对？无遐侪幺虎啦 ，F22 啦，你清川港啦，我嘛听我甲你讲路线，伊为台东迄边过来，为迄个叫做玻璃，经过玻璃。降落这个也叫清泉岗啦，三只。夏威夷有一个中队十八只，伊公开发表十五只钓起去，有天天天天。他奇怪，这三只在哪里？在清泉岗。因为咱顶回有一本册，伫咱的网顶拢有，所以我甲各位讲。收完以后，你一定爱去看房间。过来，你的手机若有接到咱的简讯，啊，你讲假动员的时阵啊，我袂讲，等下你假自动员才甲你通知袂，一定提早甲你通知假自动员。我希望你假自动员的时阵，爱来上班。若袂请我，要请贵宾来演讲。这个贵宾什么人？我有讲过嘛，吼，王月水。回来讲看卖啊，各位，互伊讲看卖啊。是到，但是来的人拢是咱的人客，卖讲吐伤厉害啊。伊你即摆拢无聊了嘛，拢算真搞啊吼。你若甲吐，伊绝对无得甲你见。所以注意人客吼，爱较客气的，伊要创啥，互伊创啊。我已经做了，但是我是认为伊袂转。明年一月十四，我真正李朴先生，我甲医生算了。我看看有没有恁这破案是拍假的。我甲你讲，因为美国政府甲咱讲，美国政府甲咱讲啊呐。伊讲好，伊若无爱叫伊选，以前十个月你也认真，我文章写好啊。后礼拜我补你，即个冰体，就要甲寄出去互伊讲。即个冰体是要寄互啥物人？我是讲公开国宝，当然奥巴马一定会来。奥巴马，奥巴马，奥巴马，克林顿。是哪位？美国的国防部、美国的 CIA、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、美国的司法部，因为普通咱拢甲这两个单位在联络，为着要和平联络，咱嘛去印，伫美国去印那个台湾 Civil Government 的信封甲信，要求许够硬，看起呢，无人无多模糊。所以每一摆，咱拢在伫联络内底，因为美国政府甲咱讲，我们总有一天听好清楚，我们总有一天会给你回信。伊讲，因为有人敢问的，啊，你讲几波，啊，若美国要摕一张啊过来，互阮看卖啊，哦，美国总比袂惊你摕骗。一分钱都骗我一毛，但是美国政府六个单位其中的四单位，每个月都有派人去台湾移民。台湾移民，我偶尔有去台湾移民，这就是啊。啊，过有人搁敢负担？我哪会知伊是代表美国？无不对，伊不一定，因为。我唔知伊是代表美国，但是我若甲伊要求的，好比讲，有某批人，美国甲伊列为禁止进入，我去甲讲讲的，一个月以后，
互伊解禁，会当去美国。啊，恁是规讲迄个甲我讲的人，迄个是美国代表，我就是。恁就简单当注释，所以你免怀疑的。是美国五零八位甲我讲，不是干那讲我一个人讲。咱那个蔡明华，咱个副主席，伊讲迄个讲。我就你去通你阿饼，只卖回转来。我要将阿饼啊，规家伙啊，要改载去美国。有啥物？我公开讲啊，伊只讲吼，你我将你美国的 CIA 也好，美国报警拢有看的。伊只讲一个台湾首长做特务的人，我去注意咱你下一个咱的行动方向。伊甲我交代以后，我就去找。我去找陈志忠，多谢。陈志忠，伊当年一直要选举，主要也是边仔遐个要选举啦。志忠来甲抱出来，伊拢会调啦。我甲讲你啊，无讲无煞，一个讲半七八个拢袂回转来。啊，我回转来了。因为迄当阵美国就甲我讲啊，回转来美迄、那个中华民国照常要改观，我唔对啊，回转来是变观。啊，即马我超两个月前才知影副总管去，啊，今天啊，美国美国讲，我咧讲啥？美国讲，啊，你自卫来，你代表你参军，这是政治啊，不是啊。你不是上台讲你拢无贪污吗？啊，你无贪污，你卖花都甲你讲过，卖你若卖花倒来，伊就要甲你再批评。迄个中间还佫有美国的接通啊，有三个来台湾，报纸有啊，新闻嘛有六块。因为遐个代志伫发生，发生到即摆嘛，即摆才要来讲。有哪相信啊？你要相信，你就彻底相信。你若歪相信，我紧啊！有真多作为，拢是确确实实，无怪美国人甲咱讲，尤其是遐个顶个月讲，伊讲恁台湾人无相信嘛，啊，恁台湾人无智慧嘛，无相信。我美国做甲遮尔济，各位，今日。咱大家遮尔啊辛苦，三工有遮尔少，无几话。你若讲几话，我袂。我做咱遮艰苦啊，我三工遐济，也赶快来陪我听几下摆，听六摆。讲咱话是真好听，咱听人讲啊。所以他们讲有遮讲师嘛，拢真好啦。尽量讲每一摆讲话拢无同，但是我是讲吼，会晓讲无同，爱讲久。我看这新闻无同款，你莫讲同款嘞。所以你若继续讲，这老师听听你讲的，全拢凊彩讲讲的，无嘞，足认真嘞。但是，必须望讲，你是咱的国民大臣，咱的这个参议长，咱的这个村长，大家真认真。你望讲有一天，咱民政府接到政权以后。你来去做替人民服务的工作，你家己爱知影讲，你要做啥？我嘛讲过，你有厝，有薪水，卖无同。我嘛讲过，美国的议员一个月薪水500块，迄是真正正要替人民服务的，每一个人。应该替人民做，即个人民，咱当家即个人，要得到的福利。所以我是讲，正钱嘛，你当赚一点钱，但是你要交的税金，还交社会福利，一定要做。是，我讲过，后摆的迄个官司内底。我爱甲你关啊，但是我爱甲你关，你是颠倒艰苦的，用鞭刑。你若判你一摆吼，一
个月拍十个，我甲你讲，你一定疼一个月，啊，疼一个月以后，又搁疼一个月，啊，搁啊疼一个月，我唔想你讲伊，我哪会着你犯罪，我搁甲你饲，你有必要？啊，中国一刚刚咧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但咩人一定就简单了，但后。足水的美女、美人，我在台湾读书嘛，十八岁到二十二岁，政府给伊钱读书，我给伊厝住，啊，若嫁给台湾人，佫送钱佫较大点个。啊，迄个时阵啊，台湾的人情都拢变啊。有一天，吴锦涛来台湾就看，佮拢真贪个，伊都唔敢佫甲咱讲台湾是中国的。来，各位，别拍我，别拍我，你拢无机会，你拢无机会啊！你嘛无机会。各位，这不是讲笑咧，我是真正去讲这个。爱用方法，我是希望咱台湾，爱亲像敢若日本时代，甲落尾尾。你甲问遮和尚、和阿僧讲安尼，甲迄个尾鱼台湾较有头个无啊？台湾人啊，各位拢非常的有信用的，毋是一天哩安尼，中国人一个伫咱遮碰出来了后啊，拢变做迄、那个讲白贼啦、破风啦，迄种的文化，足土呀！我听讲，所以我有当想讲，我较艰苦，我嘛甲咱遮个。核心才几个，你讲，咱较艰苦的，一定要用台湾建设一个真真正正台湾人适合的台湾。啊，遐中国人嘛，当然，即摆歹讲是个，一切照国民法来，就归因为短兵不打折扣。无讲你直接挂偌久，啊，你就变成台湾人。迄美国第一个甲你讲。马英九，我伫台湾挂二三十张、三四十张，啊，我着今日变做台湾人吗 ？No， 你去美国去试看卖啊！你去美国挂三四十张，你着不一定变做美国人。只要你伫台湾挂三四十张，你着要变台湾。是安怎？那游民拢无中国人，拢是台湾的，无你上，无我上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这中国的老兵。半边无半边，拢去挂农用的钱的。台湾人未晓收，台湾人自私啦。迄是叫做讲，迄做自私啦。是安怎讲？咱叫伊讲卖选举，伊不爱相信咱。立陶宛的道理是啥？讲不爱选举，人国甲你讲，啊，若不爱选举，拢互中国国民党摕，遐人你家记起来。头壳未清楚嘛？你中华民国现主席的体制，民进党党章第一条，咱叫做中华民国，咱的国名，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我请问，啊，咱国你拼啥？民进党你拼啥？你甲我讲。咱台湾人高，拄着这款话，未晓甲伊。但是因较侪人，你都无爱家己，袂晓伊，人讲你毛病。啊，若无选吼，啊，咱互中华民国，互中华国民党摕了了，啊，恁愈惨。我甲你讲，若有一半以上无选，这边的选举，美国绝对出来动。我直接用生命甲你保证。身份证发落去，美国上台甲咱讲啦，讲。然后发一千万分的时阵，讲大细啊，一千万分的时阵啊，我尽快就交还你。我来个，你嘛甲看伊番讲，250万就好。啊，若250万，咱六个州平均一个州几分？100万分尔嘛。啊，100万分一个家庭，有4个、5个对不对？20万的家庭，那申请就过面了啦，看对不对？你没看到的，我讲
话这大声，我就无你惊着我，另外来看你啊。你们来看你啊，哎呦，叛变还是内乱？都是已经从这来进步，这回头可以，你们看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拢有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到不然不退休，拢有嘛？啊，迄个问题来进步怎么去啊？USMP 的车牌，我无鼓励啊。不过，以我来讲，来看，你看我都来看。咱讲大众啊，我全台湾拢有啦。但是我讲出来，我无鼓励，因为咱唔免再去做一干。咱去做一干的是啥物啊？你鼓励是政府啊。台湾人。你甲中华民国抗议，迄是戆人在抗议啦。叫你以迄个惊鸡头，迄是戆人叫你惊鸡头。你甲中华民国抗议啥？你抗议错啦。你个抗议爱抗议啥 ？A I T 啦。这边的 A T 派生人出来甲你接接待，你去帮你去看麦。迄个大大块块，迄个查某生人你知不知？迄足歹个，迄鄙视脸啦，迄拄拄啊动。派人在做那个发言人，因为要去的以前的两礼拜，我甲 CIA 讲，我讲哎，这摆我若去吼，派一个上届官出来讲讲。迄个人，甲咱的参议长，咱的议长，咱的议长手啊袂，啊无要甲官，要甲提出来以前啊，伊手安尼笑眯眯，提得悬，我有相片，你来看。这是日本啊，都回应顶就是啊，你看无？笑甲咪咪，笑甲呢，阿袂哩，迄对爱笑了，看咩？咱的二张笑快揪出来，伊就改天啦，一头笑甲袂。我相信在座各位，你拢捌看到台湾其他台湾派 EAT 甲上抗议书啦，有无？抗议书有，拢叫咱人起来改讲。前卫，拢是叫前卫去讲。当然，咱这个团队打败，你去办公室，这是第一。日本的高龄化会，十八，今年是十八，哎，今年是二嘛。十八，甲咱会批十九用挂号的价格。另外，甲咱称呼啥？台湾民主，啊，你免拍波啊。啊，系啦，请问三江被烧的啦。你都看你买拍波啊？我讲到你到台湾去。伊甲咱讲台湾民政府呢？我也有啊。我不能讲啊，明天我要叫过来，我明天后日我交回去的。原来这个日本交流还偌要紧呢。伊予日本的国会，甲予日本的外务省的批的内容啊，含我的内容啊，无共款啊。我问下，外务省甲国会，迄国会是啥呢？迄安倍晋太郎、前首相传真予我啦。我一日看，话无共款啊。啊，我大概讲啊，甲外务省讲吼，啊有啦，四月二八迄一天吼。这个团体来两百个人啦、啊，他、啊、有甲咱讲啊，这个咱这个阿做配上吼，伊是指挥官嘛，哦，你甲看卖偌歹嘞，甲讲哦，我限你一个月内底，甲我答复，啊，若无甲我答复，我随便甲你做。你安尼讲啊？我甲你讲，到你范围有惊着啦。伊个版本拢个写啊，就讲咱这退场来建，讲一个月内底若无会吼，要改变着。所以话，阮伫五月十八吼，马上交会。日本话不是台风，你讲啥？你讲啥？我要吐国旗啊！你有诶无只外口人搞不清楚呢？啊，你怎有日本国旗？我讲你听，1945年4月7日，迄一天开始，日本天皇的诏书
在台湾实施，代表国际法内底，台湾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这就是是安怎？台湾人2800个去退入，迄个战争战死以后啊，这个灵位刷去伫建国神事。我问你，中国人死去敢会敢甲放伫建国神事？当然袂使啊！无爱日本人才会当放伫建国神事，对不对？对。台湾人是日本人，足简单的推理啊，足简单的推理啊，好。2800个把它放在建国神社，古今好平等第二条，无甲你规定讲我台湾人还是本国的甲提掉。1948年，一旦会签一个人权公约15条之一甲15条之二，任何人任何国家未当随便将一个人的国籍给取消。你日本签的呢？古今好平等，无叫你日本人将台湾人的日本国籍提掉呢？安尼讲起了出来，所以我有当问囡仔，啊囡仔变做中华民国的国民，还是国籍？迄个唔对啦。所以当然啦，了解到啦。我唔是讲必要求咱大家变做，这无你要叫我要甲提业，你若问我有同意也无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问了后，还是我提了了后，我要变什么人是我来决定，不是你中华民国替我决定啦，啊，万是日本人替我决定啦，万是美国人替我决定啦，你讲对不对？对。咱不是干知影尔，咱还有理由，有法律的基础，啊，这上好办的，够嘛？所以咱要寻求两法，你免即马讲，我知影。你免即马报名，咱第二方面公开。公开的时阵，你家己用你的用这个钱，然后先做啊。一人1万块，代表飞机、律师的账号内底。我不爱公钱啊。飞机律师的账号，这无定是日本的律师，啊无就是我请咱台湾的律师还是英国的律师，你会去？我估计，若200是十八亿。